新闻深度。三、二、一。第五十届金钟奖系列活动正式起跑。广播金钟奖迈入第五十届，下午公布入围名单，现场由评审团主委李艳秋以及知名广播节目主持人阿国和秀如轮番唱名。特别贡献奖得主李济准先生，恭喜入围者。文化部影视局长也公布本届的特别贡献奖，由资深广播人李济准获得。谈到李济准为广播界的付出，资深主播李艳秋感受很深。李济准先生，他不但是声音陪着我们大家很多代的人一起成长，而且他的节目的内容包括了感性，而且知性兼具啊。今年129件入围作品将角逐26个奖项，其中包括知名主持人赵自强入围儿童节目主持人奖，林书伟入围综合节目主持人奖。谁能敲响金钟？9月19号就能揭晓。记者潘亮、蒋云奇台北报道。